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佛系老爷》，我是吴义勇。今天呢，我们邀请到位来宾，是来自屏东万万的童艺大师哦。伊呢，做一个童艺创作差不多为二十年，啊，也过过屯一个农村啊，太自然的元素融合呢，也做屏东中哦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，就是李文龙先生，李先生好。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万万。屏東的萬萬哈，李先生是萬萬萬萬人，萬萬派。哎，萬萬，土生土長萬萬萬人。哦，嘿吼，咁你都係一直都讀書啊，識條路啊，路係睇萬萬。一直攞睇萬萬。哦。我做起來啦，以前有睇太陽公司做過廣告啦。哦，嘿哦。做一段時間啦。哦。我回來哦，開始都遇到。生活经济问题，我就有做生意啦。做生意的时间，如果到亲戚朋友的问来啊，问来了啊，那那客家人都喜欢吃茶啊，就如安尼，像是看到茶壶奇妙安尼，会接触一个安尼。唔系，马个时间唔晚些啊，有接触到马个屯，也着民俗啊，也着有关的兴趣哈。本来都对一个美术方面入入去过有兴趣啦，对一个工艺方面吼，咩都啊，安尼也系种个手欠过好个个呀。啊，外头咩都啊，茶壶个吃茶哦，安内佮咩可以做咩？哦，有安尼有安尼经验啦，啊，都次次去做啦。做啊做啊，都唔多地，都做一都收过两十年。不过外国上的地路诶，食茶咩太假如太食，啊又唔咩太假如上到爱来做茶壶。外如果上爱回溯吼，如系唔记诶，平常讲读书的时间，唔会去挖土哈。主要路，主要有兴趣，啊那自然都会去对一个挖土与一个学习啊。啊做茶壶诶，也系种诶，也有一个朋友啊，因为做家做建材，你是到上班的一个陶瓷公司工厂的去到安尼跟技术人员，他家有在聊起一个做茶壶的，就有安尼搞分，安尼资讯哈，安尼就开始在学做茶壶的。哦，如果他有朋友，没有想要来做茶壶，奇妙了，同样的奇妙了。假如能提双杯，阿五路即个提翻蛮，路上多噶，硬要来做。阿基，安样来开始呢？出门哦，都简单咧，你对，一般咧都手捏都够简单啦，你七彩乱咧，去干来搞奇妙样啊，就按咧方式，慢慢咧一步一步按咧去做安尼，多了咪，多过个路用手拉皮方式。一下种的房子都按呢试验已经做了。一开始比如讲出来啊，我也想讲，我要来吃做茶壶，我连奶我用来浸都唔得哦，你看用来去想办法去接触也得资源的咯。应该是啦，一个奶哈，普通一般的奶哈，在天桥奶咪用的。哦，系哦。哎呀，像那的普通一般做砖呢，做缝啊喂。老妈用甜球的奶，主要都那的做茶壶的奶都比较的都过油，过一个粘性过油，都要经过处理，将一个奶底部个杂质，一切处理上来，我再经过一个炼奶，炼奶，一个炼奶，就一个陶冶成品的品质管的过太。炼就好了。哦，我用来炼哦。啊，普通一般哦，手料那就用手炼。炼是嘛个意思？就炼土。去采。嘿，去采。哦，去采个奶。啊，俺的采方式是安尼啦，因为爱吃里头一个奶的一个软硬过均匀哦，按过一个底部气泡的一些二里压出来。哦，还没冲人体做胖。给面团而提，这也有类似的，不过伊的那哈，伊的方式够简单，
有的方式可见，按个方式必要的有各种有个体熟悉，连来技术的。嘿哟，个体熟是熟的方式，还是讲用力熟的用力方式。哦，安尼躺下来要练多好，要过长的时间呢？唔会啦，差不多医生那个差不多三十下用的。哦，三十下太弱了啦。哦，啊，不过一开始唔第二样来做啊。啊，就有看过人做啊，有朋友也得有的哦，教我那技术教我那安尼个安尼方式的，我慢来做了。哦，啊，总归这个名啊。是啊。啊，你讲啊，度量哦，啊都有练土机，嗯，哦，一太量啊用练土机，啊那用个手量啊，啊都用手练。哦，噶我用的体练来是体步，系咪？啊，练来如果啊，你用手练呐，嗯，啊练多一些差不多一些软硬的的过均匀的啊就可以啊，嗯，啊就可以做呀。嘿，啊都材料偏偏的哈，已经太贵的。啊，让你做做变茶壶了。一个啊，如果你啊，哦，有程序啊，哈，那先做一个茶壶的延伸，哦，按个那做拽、做盖，哦，啊，做过后那慢慢的阴干，永远贴湿吧，哈，那得贴要操控，嗯，方便啦，嗯，啊，得工刚神些，啊，那组合，嗯。像老师讲起了咱的云淡风轻哦，不过我做，你还记得吗？做体长感觉成功啊，发的一长的时间。应该做做茶馆的时候，那差不多两点钟，两个两点钟可以做去了。哦，一个夹。好、哦。嗯，那个因为那个用手拉皮啊，可以同时让茶壶做起来，哦，做盖做砖，啊得。早的时间，那可以要那个吹风机啊，嗯，哦，稍微吹吹一个夹，啊就可以煮好。哦，嗯，就完了。啊，唔过煮好都好诶，要烧。是啊。啊，烧又系哪个一个好门诶哦？有。哦。嗯嗯。啊，烧哦，阿你普通一百度烧两次啦。好、哦。去百度速烧，烧我像早点呢，阿你红色红色，啊不过也稳妥那。差不多八九百度的，嗯、还没过高温呐。哦，哦，啊，对，烧锅还有，啊，那带来上油，啊，上油，哦，那来一个油烧，嗯嗯，油烧炉差不多烧1230度，啊，有的烧到1250、40、50啊呢。哦，嗯，比如要跟茶馆的可以讲的瓷化、石化的。嗯哎，哦，啊就没时间，忘了去退课了。啊，讲哎，书法不行了。哦，啊，我讲哎，捏泥巴还有一点可以，还可以哦，啊来了。哎，用干的路搞一个陶那粘土的如何呀？哦，刚刚你还没开始做，这样还没啊？嗯，咁你搞个粘土，啊粘土的时间，你变成那样的呀？嗯，做好诶，那烧啊，嗯、吃盐都诶，正确晒皮哟，啊就买油诶，买炼土机，哦啊买个哈那个炼那个各种的晒皮，啊就做起了。哈，那个你比都搞油脂盐生意呢？嘿哦，你买下都晒皮。嗯，啊我这个也新皮啊。嘿哦。嗯啊，这个也新皮啊，多少年啊？啊，你太用心诶，都。一般你感觉讲搞生意呢，你青菜年年哪都会啊？啊，如果有顺便别人看，一定都过欢喜啦。哦，古时候人家还搞一年，你买也有诶，一年年好的东西，你还烧出来啊？对啊。哦。你睇得出？哦，系哦。嗯，过后好搞，过烧诶，过种好搞啊，过种有一个陶艺社啊，哎呀，啥有嘢？我忘了，忘了一点。
街啦，我讲伊自头一点啦。噶下你经开始做诶？有慢慢的做诶，然后慢慢的可以转门来进，来愈进做进学习，进做进学习。哦，愈安尼啊。哦，安心呢吼，如果真经迄磨度好一堆，是啊，一堆机会，安尼。啊，噶下你本单还去提做生意？是啊，反正一直在做生意。如果建材，建材诶生意。哦。哦，古时候真的是不小心的呢，吼。对啊，所以老板娘都钱哟。哦，古时候，如果去民工，一开始可能，爱好上的时间，对也没有兴趣，不过也无讲太心头，吼，没无讲哦，爱一天二百图，喊你百二用呢，吼，如果呢，一只机会，如开始做诶。对啊，如果你啊，骨多呢，还不如台湾环境要运转变用安尼。啊，伢过去呢，伢刚好亲戚庙头头堂都如许遇到搞幼稚园生意呢，对啊，如伊买啊，对啊，如安尼安尼踏上去一个逃逸之路，如安尼。因为安尼，佮豆沙片买卖啊，也唔会收钱呢。佮当时也唔会用个东西，也唔会啦，一般可以负担咪是啦。哦。没讲啊，过太闲的啦，啊，总收钱的安尼。啊，如买如买的吼，对啊，啊就用做啊。哦，古说你还记得你家下一开始啊，我一旧做一只茶壶出来冇？一个茶壶，一个因为一个手拉皮都过脚了，差不多什么两点钟啊，就可以做起来。按几点做哈？家下？啊，其他路比较的高手的哦，因为做生意时间哦，那得用心去啊，利用时间哦。啊，常常那得要利用时间哦，要加加利用暗部头的摩天，因为暗部头啊哈，那得是你休息的啊，啊哪有个有时间呐？啊，常常你做一项东西哈，因为你得慢慢应该有个时间性。啊，多时间常常好吧，所以木好几类话题在话题念呢。哎呦，一来也心虚啦，啊，一来变了。一次二做比，二小做好了安尼啦。嗯嗯，你看我过去面吼，唐立先生讲啊，如安尼，各种无物件啦，如许有兴趣啊，如安尼做个呀吼。不过礼拜一天有几多个好门，韩国呢目前带大家来看立先生的作品哦。安尼聊一下天，过多转来节目现场。都转来福气来嘅，今日呢，俺们有唱到嘅里边系陶艺家李文龙先生。多多呢，唐李先生讲应用的话，接触到陶艺，我感觉也系一个误打误撞嘅陶艺家吼。一开始呢，系做提天古子做广告，佮有系用嚟嘅资源咯。哦，佮啊，假如一个朋友提特别做广告，阿吉过来了，阿吉你咪多啊，对啊你。美术方面有一个兴趣，哦，还没讲啊，有想爱，哦，去看啊，会做样的，哦，都安尼。啊，你今下都去台北做一个广告公司，专门做一个需要那个海报绘制。哦。海报。好、哦、好。啊，今下有海报咯，没像人家现在，有个养鱼的技术啊，吼，你台北拢完全靠手工，用手工搞的。一个海报，电影海报。古早有去发过？有。哦。如天阳海报过以后诶，特别天阳海报哈，多数一个投影片、胡萝卜片啦。啊，拢各个台湾去做。啊，你不如外国片哈，以外国的海报一定会有按的海报送过来。嘿。啊，不过你讲买外国的海报贵。啊，就台湾那个便宜，
啊，头份去个印刷去个做。哦，不错，我国的人呢，如果教文化，哦，个拿去印刷呢。哦，古种家下都有做安尼，设计去做，或是设计去画安尼哦。哦，古种还真经有渊源如何呀？啊，过后归来过后，吼，特别做一道归来过后，啊，西安广告我也做过。西安广告是西安呢？也捆绑，太新了呀。哦。头摆是用麦嘅吧？用油漆，佮油漆的哈，漆个条诶。啊，然后对一个颜料公司买颜料，哦，各种色都有啦。啊，然后都爱调笔爱胶状。哎呀，调诶时间佮油哈，用一般都用一个沙拉油，诶，无咯哦，佛油啊重要，哦，都安尼。哦。诶，其他唔会走嘿。哦。安尼。啊，一下油漆冇办法嘛，你嘢。油漆的哈，切脚爪，非法性过强。哦。因为唔打落去哈，那一衔接时就哈，还包括油安尼，油安尼困难。嗯。哦，原来油画哥挺样扛棒呢。有啊。哦，古种真劲系美术，唔太强美啦，你讲有兴趣。哎呀，不过佮当时哈，因为扛棒到民国差唔多。六十年开始落幕的哦，西安已经关门了，有天师出来呀，啊，有天师去，天阳国寿院看呢，啊，比较的都，哦，如果讲如西安如果讲如接受一样，哦，啊，当然扛棒，也就没毛发的呢，哦，因为有安的情况呢，哎呀，我专业如何一面，哎呀，哎呀，有安的关系，哦。结果哎，误打误撞哦，吼，又变哪讲？哎，做建材的生意啊，朋友来，而是茶，又崩溃了。哎，茶壶开来做困难。刚老师，你今日带了按多哦，按讲按奇妙的作品，同阿人讲一下，哪一种是铁的做的呀？也是没带过来，因为个哈，没过好用啦。哦，像有个新的啦。哦，因为茶壶还很好用，啊，也便宜呢。啊，一个路还好也有在做了，啊，过一个路一个蓝色的茶壶都，它必须加在推广一个客家文化时节了哈。就讲啊，客家一个东西呀、啊，可以那个特色，可以表现出来。哎，我就做个蓝色茶壶，啊，咪蓝色路个行业的代表呀，蓝色哦，啊，我给的发布。就是六年的哈生态科研中心，哦，这甄选客家珍品，哦，给哈客家珍品，给哈都有人帮俺推荐一个客家一个蓝山茶壶，哦，啊，有一选了，哦，蓝山茶壶如何一个？给色啊，给蓝色，给酱呢吼，给迄，给难调出来哈。也唔会啦，一般啦吼，蓝色的个标的都过少人用啦，啊，因为各种的表现啦，也应该也唔会那个问题啦。哦，也系蓝山茶壶，其实已经它15年前都做诶，哦，15年前的哦，好多银行去看，跟那看的好几色啦。对啊，啊，接下来如县政府啊，平县政府，平科大，有一个外宾啦，啊，有一个高叔来啊，参访一点，啊，伊都用一个做伴手礼。哦，我一伴手礼过高级嘞，吼，哈，加上下来呢，老师同俺呢小姐那种，人家都比较安尼啦，一路手拉皮做法啦，嘿，啊，其他还有蛮多啊，用手捏啊，哈，那个编发。方式过多了，手捏了，造型的变化过多了。按你那个手拉皮，如果过单身哦，如果眼型呢？按个他后来那么多，给把手啊，给改变方式的，啊有感觉啊，给舒台位了。哦，用舒位，啊用舒位拿起来感觉，也是，也唔系很少啊，拿起感觉能过好用。哦，也泡做几句哦。像书条一样，如一
给了一步步来了，还是差不多一两年了，两年。一两年都可以哦。时间够长。哦，都还经验那个。是啦，也以为啊，哦，伊那个比慢慢来找，要找个够长地方哦，那慢慢的应加工。哦。一下做唔起。哦，冇办法一摆提。因为来哦，天啊，不好操控，就要得过管早些，过安神呢，哦，一张来做完。嗯。啊，多两面，可以讲的，我完全走的，啊那那切切瓦，哦，将伊个书文也得割出来，切出来。哦，如何要做过度铺哈？是啦，分过度给过长啦。哦，啊，也蛮黑吼，黑做这种。哦，这种个就外一外手拉皮，啊，不过如加个刻画安尼啦，将个石头安尼。像石板菇的感觉，做出来。哦，嗯，如果英语们吼，你个灵感的来源系嘛个？哦，平常时那在乡下出生吼，啊，比较的路，就那生活的那那看得多的东西啊。嗯。哦，像比如哦，书的东西，那你过经常看呐。嗯。哦，啊，好吧，哦，我又无带记得，啊，有诶，也哦。是通过的呀，瓜牛啊，台湾来啦，啊，还要地运用个地方去，哦，做茶干的栽，哦，安尼。如果都是去太子眼看的，对啦，如果安尼生活中安尼看到安尼灵感啦。哦，那还有看到过奇妙的哦，像亚龙的呀，要去把手啊，哪样贴片哦？这都还是种安尼如意的图案啦。哦，油片的也一点哈，一个五色五色的。不过你做起来呀，佮像这种童话的白话油的动物不多，吼，如果英雄们吼，而且做新的，买个新的，敢唔敢安尼？像个茶厂，哦，一个人啊，你做立马是，嘿，哦，立马用的，哦，哦，我有想到做嘛个时间哈，一直安尼。不想去尝试了，可能用来做有那个体皮的、个体素的东西嘛。我以前想去尝试了。哦，嘿哦。嗯，啊不，另外是做也做过几多安尼，嗯，用火烧，只要比裂开来的，嘿，哦，一茶壶的茶上的，伊也个有特色。哦，咁都有必品呢，系咪？嘿，啊，假如啊用火烧，哈，哎，烧的哈。面皮面好糟诶，嗯，哦，那是撞开了，啊，落不出还出现一个裂纹啊，哦，伊都过刺眼、过舔眼的东西。哦，唔过个青兰系咪会直接火候会用咧？伊阿个啊，我烧啊普通一般，过多种个方式啦，爱卤面多啊，那个过磨痕啦，哦，啊，那就用舔的啦。嗯哦，阿哥人家现在也搁到用牙齿的啦，啊，用牙齿的哈，你都必须要注意啦，因为牙齿两毛的，而且唔低啊，跌到个肛门呢，哦，收唔起来啊，哦，阿哥一般人家用柴烧啦，啊，柴烧人家哈，柴火也过难清的啦，哦，啊，你讲啊，烧个肥料哈。阿爸有话咧，空气污染也够严重啦。哦。只在某个谷里引用柴烧啦，人家用烧草如果发掉，不过你烧草的时候，我个阿哥人家烧鸡吼，时间够长。嗯。我可能一般要烧两日啦。哦，阿你带鸭在烧，阿有人轮班，不过一定要烧，只在不当兵。体力无安尼个，哦，一一烧啊，去时间要过长哦。对啊，啊就休息唔得啦，一烧一件烧啊。哦，错过。对啊，一烧一件烧啊，啊我唔烧多两米哈，啊烧到1200多，第二号啊清台风，嗯，哦，一温度过高了，嗯，啊你讲啊，真是一烧啊，得工作，要做一个防火的个，哎呦，工业都。哦，冇哦，你都唔着，因为你土狗啊，你路啊，你土狗啊。嗯，还当多一个李先生，伊做肥也做土的故事，我们聊一下，听过都转来现场来讨论。
欢迎到中来福气来嘅现场，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陶艺家李文龙先生。多多李先生有讲到，讲你睇烧嘅土嘅时节，过年咯吼，然后做防火嘅，唔咩福气嘅状态如何哦？一睇出睇。因为你一个油门打开了，变臭味啊。哦。按油门打开了，佢嘅土过高啊。哦。哦，过年先要有作嘅呢，又要保护起家啦。啊，你个烧个柴烧哈，你头一年还还可以，啊，过上到第二年因为高温了呀，烧个人面都肿起来哟。哈，哎呦。你还吐过啊？哦。我因闷啊，因快，因去。一斤烧啊，一斤烧啊，烧冇停啊，尤其是烧到上千吐起啊哈，也只要烧过脚。哦。你的温度让我烧会好啊。哦。噶亲情苦做土亲情苦的阶段，如何社会时间哈？社会时间是必要的，看用个方式啦。你讲讲我烧天嘞哈，就该防偏啦。嗯。啊天嘞哈，因为天好控制。嗯。哦，啊都有个烧窑程序，那你晒天到去的，一开天就可以社会。嗯。啊社会中间像讲那个呀，第一讲停天。嗯，哦，一天天都冇嘅，都降温咧。哎，我一来讲咩，讲体统。哦，一体统啊，地杯下把路转下来，哦，就保守嘅。哦，你讲一讲啊你。哦，一下做施工二十年咧，好做一个叔叔诶。噶一开始喏，一开始做一天路唔成功啊，噶下唔会想讲硬冇做诶，放弃好诶。也唔会啦，因为有心机啦。阿哥吼，阿哥见个现在骨多安尼长大嘛吼，那你会有会看那一个方式哦，多安样安尼，有那个骨体医院嘛哦。哦。嗯，阿爷就开始也在做塑像啦。哦，嘿哦。做塑像啦，阿爷个影像也有啦，不容易办的也有啦。哦，如何已经引延伸嘞哈？哦，都变那做雕刻的。哎，都反正都，有关系的，那些都接啦，连代管都运作了。哦，古种也会不止，我去看，去家我去开展览，阿妹我去看拼音呢。哎，嘿啊，做功课。也一种个交流样个啦。哦。啊，不过他个有兴趣哦，我搞个意见，哦，用个做个。嗯，像我家米龙按多家那些弄。有个熟食啊！哦，嗯，哦，古种做 maybe 都卖啦，吼，系咪？卖是贩卖啦，因为啊，哈，那些东西哈，反常的时间，啊，做出来那个是，公公给要卖毛人工钱咯。哦。哎，啊，个那阵都那个必要一个提成贩样个啦。嗯。啊，都那个纯粹种个兴趣，哦，收看。脑筋运动用的，诶，几好啊！诶，啊，唔会开价哈，假使有人想去买啊，也有啦。以前的哈，他未必同我哋铺头的时间，嗯，相对对文化延期，完全落实咯，或者如提个攀展社会。哦，主要要推广个客家的东西。嗯，哦，像一个南山啦，南兰的啦。嗯。按个一个客家一个办的啦，哈料理啊，这样的哈，按个路哦，提供一个工艺方面的哦，像茶壶的茶罐呢，嗯，行业会时常会使用的哦，按那东西，而且做有展售了。哦，嗯，啊，刚刚银行的反应是嘛个？银行反应有问题是当然有新奇的人啊，一提到一个东西用手工的，嗯。阿姨，我顿哦，我顿买哦。阿姨啊，对价钱也唔会计较，因为那阵啊，佮价钱也唔咩讲啊，有贴片的
国家啦，外面都一般呢，等于讲诶，可能一般家就可以，来做工钱用诶，如何诶？啊，有文人都唔识物，唔提讲啊，阿仔查讲咧，路头路面咧，帮买一张一多钱，一百元两百元买一多，哎呀，你要买单多钱？哦，安尼一点唔低啊。嗯。啊，有人同啊有提起过了，喺美国啊，去泰料合作和开幕个神山，哦，国体式的茶壶嘅。哦。我讲安尼，我唔喜欢啦，因为我啲东西都诶。做一扎都一扎，啊，用木个烟嘞都冇用用的，嗯，烟少得用的，那都饱满，哦，别的冇个加持的啦，哎，哦，那里有手工的加持，哦，啊，都要一些些安尼做起来的东西。哦，你做商品同艺术品都冇用用。对啦，哎，啊，不过我总之都，艺术品要有是用心，哎，哦，安尼啦，哦，以为是抢观赏，又抢表啊。厨的哈，哦，哎，来咯，拿来用，哦，尽是尽用安尼。哎，不过，安尼一副我用你买也唔怕得用嘛。你们有啊？有哈。哎，你们的话，我总会可去弄个的呀。哦，用唔用啊？实在是要日本的都用的东西了。嗯。哦啊，那这个轻轻的用也唔会冇个问题啦。嗯。啊，唔嘅艺术品爱好用，唔都买过葱丝嘅泡茶泡来喝嘛？啊，一个主要茶馆咧，吼，茶壶诶，一般咧，过中式诶都一个茶壶嘴啦，嘴啦，嗯，唔做到好哦，啊，整出来水茶水过顺，嗯，哎呀，过唔会食到，嗯，哦，啊，过唔会多流改。有安尼好处啦，而耶鲁诶，花一个精神去研究，可能让我做过适当。哦，李先生，后面没有提高高研做。耶鲁咁咪各种去各种沙滩哦，啊，我有个乐龄班，啊就变咗以前的关系哦，拢取消个啦。哦，没有提高，哦，咁唔好高哈。高路太高，咪高起冇用个啦，哎。也慢慢个越来越都哦，一点有兴趣都也之后啊，做出来东西那天天去 sell 哦，啊也看到有一个纪念价值的这个座位哦，哎，对啊。搿搞起来这个有冇个匹配的感想冇？如太家乡话两样也唔会买个啦，因为一个头衣啊，也系过轻松的个。做法啦，哦，他讲唔会乜嘅，有咩都奇妙啦，佢讲到奇妙安尼。哦，咁咁有学生诶，有乜嘅特别嘅反应，也算影响过钱咩？学生诶，如安尼啦，有诶当然也有关心钱诶啦，哦，知识界都有，也系有兴趣那安尼啦，啊，不然一般因为搞奇妙用，搞搞有用嘅，以种个收钱的方式，啊，安尼啦。啊，我发现到，哎，也个有，各种有天分哦，有安尼个无？也有啊，伊在自然有兴趣吧，不再做啊。嗯。哦，啊，我刚才在展售的时间哈，啊，有个人哈，哦，看到笑，哦，啊有，面头有，不老按多钱用的，哦，就问啊咧，冇买啊，冇买个哈。啊，我过去那面头，哎，我都过想冇买到，又过浪费个。按天一转去展售时间，伊落唔买。哦。哎呀，阿家很有兴趣啊，伊对价钱冇乜个议论，伊爱多爱多个。嘿。哎呀，唔买人咯，哎，伊都唔买就唔买。嗯。啊，我有人出价，我想讲，哎呦，阿爷买嘢都按贵哦，有安尼冇？不过啊，伊提起来挺特别的哈。台北市政府有办一个客家节，还会去，啊，还会去展售了。啊，去个时节哈，因为在展售啊，还是弄一个办公桌，哦，一种桌的，哦，一块布的毯呢，一路在边了。嗯，啊，有一个有可能来茶壶的哈，伊讲啊，那天买做唔得，那个买个原因咯，你把你的东西看作一个呢。摆梯坛安尼，安尼方式在卖，唔可以。
别人不适合也给加持的，应该拿去百货公司有安成立的所在，安尼去来去展售安尼。啊，讲挨了批好一个客家节的安尼发通啊，哦，安尼啦。哦，嗯。啊，唔加哈无感觉，无跟我讲，其实挨做的东西系层次起高诶。我也没那么难，我也没那东西普普通通啦，还是。他跟你看的是有好的。哈哈哈。哦，刚才刺绣提做嘛，哈，你还有多少？还做塑像，还做其他，还有，你敢不会设定一个目标，讲哎，我要做多用的，我想要做嘛个。哦，那个东西啦，当然是兴趣啦，哈，啊，能够做一道就算一道啦，嗯，也无嘛个特别的嘢啦。嗰种也冇想过，哎，我会做会录会卖也冇，录会想要做。也冇那个，讲啊，用存钱的方式呢，去想法去做了。其实你那讲啊，要靠一头鱼来存钱哦，也够困难了。嗯。将近啊，嗰度工作室嗰度窑厂哦，伊拢转型的。哦。哦，本身伊咧 DIY 搞起咩，啊，讲哦兼做成摊。不用做休闲的蔬菜，用按你编制的，按你耶。我说老师，你感觉哎，一个星期你都继续做？对呀，那在如今啊，如做一道算一道，要么讲啊，我做多用个长度。重点就是爱如喜欢给伊做个过程。哎哎哎哎，对啦。哦，噶希望继续看到老师有几好的作品。噶有机会再做啊，哎呀，嗯，嘿嘿嘿，好，今天非常感谢李文龙先生来到俺的节目分享，感谢。好嘛，多谢主持人，感谢泰国朋友，好，谢谢。多谢，噶请观众朋友稍下来听听先生好好运通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又到好好运通的时间了，我是郑慧贤。听下有书片的呢，是林先生；做书片的呢，是戴先生。今日要来搞乡亲的运通呢，是契机导引。然后要做的是脾胃功法，摇摩骨仓。那呢两只脚呢打开来，啊，同安尼肩头平法。安尼树呢，听安尼头身呢，慢慢地伸出去，过眼神来表送，肩头表送，同安尼树掌呢撑开来，呼吸相对，过眼神从两落个到脚底。我哋头先咧，像咱咧练台球一样嘅，一下我哋用我哋眼神咧，伊同我哋讲啊，阵啲诱骗，伊摸过来，落来摸通，哦，也你系摸过，我哋摸上样嘅。然后我们那个纹片哦，记得我们肩头是要绷松的哦，可以摆。哦，然后是我们摇摸骨仓，一下我们又来做的分解的动作。头下呢，像用眼的眼神呢，像用气张的眼神呢，一天一节一节的表送呢，落个到眼的脚底。可是眼呢下嘴眼呢，像用松出来一些，肩头呢表送，胸口呢松落来，又像眼的头一样的
头落来哈，用气头落来哈，我哋肉骨用松诶，我都是用落去，脚下爬松诶，如果按坐底那样诶哈，啊我面动骨个地流落来，膝头脚板拢用松，我哋膝头呢，那么落个到我哋脚底，我一个身体诶比较呢，又长起呢，我啦同我树呢，慢慢地起起放下来，当我的胸口的骨头肩头垂下来，同我的舒展呢，在反刺骨下面呢撑开来，讲下撑开来起来啊，木用的呢啊垂下来，哦，啊垂下来，我下面呢又冲一粒一粒胎毛上扬，啊我。腰位以下呢，要从下来打下一层的磨砂，嗰种有两层的磨砂，啊，你睇做的一个转动吼，啊，停磨，吼，啊，嗰种以下，我哋做一个构图，我睇下咧水平天，去转动呢，唔好按过，都好当我哋胸口入面做咧水平，啊，你睇腰痛如何嘅，哦，哦。一下挨下来做一下嘞哈，挨中央人心不用送到来歇呢，强开嘞，舒展强开嘞，肩头一定要吹落来哈，安尼呼吸呢对定来，啊入边唔安开，尽量安尼哈，安尼入边呢要十八公有啲东西安尼安眠到歇个，挨半龙骨入边呢，我来反刺骨入边强开来，哦，我都要边啊不用送，过人心呢中央来落个到脚底，奶奶。底下有片呢，哦，一种用俺的丹田去片呢，哈，带点俺的动作来做如何？头去落来，哦，个装出去，讲哎，俺的，你看，啊，舒缓装出去呀，哈，搞一摆哈，装出去。讲安尼树呢是拢保持无痛的吼，挨唔要讲用树去，也挨唔要用树安尼提拔，安尼提拔的吼。啊，挨挨摇位呢，啊还唔要讲贵人心是安尼提放，安尼提放哦，安尼放呢，同安尼一啲张臂提下臂做，最重要的是爱按摩到安尼安尼牙痛，吼，啊当安尼啊中途吼，安尼中脘的比较。如何按呢？脾脏同按呢？脾的脾脏，我从按呢提下做一个，特别腰椎哈，是去按摩到伊，同按呢阿哩脾脾哈。我从一下按呢落来歇呢，中央哦，我阿滴左偏转，右偏转拢中央哦，一下滴右。一下挨个左脸呢，后挨右脚呢挨踢出去，跳成一扑。中央他们的竖的比较中央哈，啊挨身体的中央呢落个的前脚。一下挨的左偏转过来，推到后脚中央，对后脚中央的松的前脚。哦，我玉强呢，那个竖骨的他们的臂脚，那个同我左强呢，踢出去，强强中央落个体，我左脚的前脚，啊，离右偏摸过来，压双入来，我同我膝头呢，要是把慢慢。哦，然后松出去呢，挨后脚呢，我是把打起来。我说挨提左右的动作底背呢，挨摸啊，第二边头前轻啦，还是第二边后面按按落来啦，按也唔错个哟哈。我记得有的动作是提按摩俺的脾脏同脾哟哈。哦，然后挨几多挨脏脾。啊，动作底背呢？主要
体有风气的呢，眼神无停顿的安尼，规个风个风啊，安尼去长来去的，做安尼体力的一个按摩有风如何的，安安尼头先去的呢，由于按摩放出去的，哦，佮唔好讲头先伸出去，后面我上去，也是讲挨规个呢。安尼头身后面拢按乌白风吼，安尼啊，安尼迄风呢，根本对咱的脾胃的作用呢，无安泰的。哦，一下，安尼如来做一个连续的动作。哎，固然是你表送呢，落当爱脚大过后呢，爱树呢。轻轻的放落去皮，舒张敞开来，呼吸上对，慢慢的延伸，落到脚底，身体右偏，身体做的右放。用眼神带通我的一个东方一个摩擦，但下摩擦记得是无痛的哦。啊，我的本片哦。舒张张开来呢，眼的镜头望我方来，望伢方来。啊，眼的舒肌的一个发凸呢，阿摩踢开。过一拜。啊，舒平落来，一下眼的做的，哦，一个头上也扎强呢，又强呢。踏出前一步，中央竖放下来，中央落下的前脚竖张张开来，啊，落来，身体先从落来起，然后呢，做过来做的摇晃，中央呢推下到后脚，是把膝头慢慢的哦，后脚呢是把大臂起是并松的哦。记得眼神，摸的头先轻落去，阿摸头我放来。哦，手表落来，脚手拧来，慢左脚踏出去，推进来，好来带过来地动，啊，手表落来，安尼叫手进来。乡亲朋友，他们通作唔好买嘛，免疫停顿下呢，好好运动，相信伢身体精神不过较好哦，好好运动，伢呢下出镜。